大家好，我是一球第十周的周黑了，领衔的就是这张梅西了，他有一张动态黑，已经提升数值了，还有像其他五圣动态黑啊，数值也已经提升了。还有阿贾克斯这张中场也有一张动态黑，其他的不错的就是坎特啦，现在要小100万。然后这一周的精选周黑是让明斯、博努奇和马竞这张中卫啊，都是挺不错的材料。替补里没什么，这周依然没有银卡的周黑，这张特劳雷有一张欧洲赛事的动态卡，比这个要好。好一些。今天有银卡之星的任务，选的是来自英超沃特福德的一名左边前卫，四星花式啊，三星女足，身高是175，反正跑的还是挺快的，要求和以往还是一样的。还有阿贾克斯的第三队服，需要献祭一套垃圾金卡阵，就长画面中这样，感兴趣的可以做。然后还有一个挑战 SBC，80的总评还好。95的化学有些高，闪卡要9张，同联赛最多只能3个，然后国籍至少还要4个，分区域做也可以，但是可能需要忠诚。画面中这个比较聪明，它上面基本上用的是德甲，底下这个区域等于是西班牙国籍的混合，奖励的还是挺不错的，一个金卡球员包里面24个球员，7张闪金，不过是不可交易的。但也值得一做。最后，EA 还更新了一个实时补丁，不需要下载的，主要就是三个 gameplay 方面。第一个是增加了搓射的球速，还有就是短传的球速，最后是增加了高压逼抢的时间。好了，就是以上了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一节再见，拜拜。